Yo， 我是你的教练梁哲瑞，还记得我去年拍的教学影片吗？不知道对你们是否有帮助？想知道你们还有什么想了解更多有关于跑步的知识性内容呢？也欢迎都在下方留言，让我知道，或许觉得可以把它拍成一集哦。那就请大家继续期待我们接下来拍摄的教学节目吧。如果你还没订阅我频道的朋友，记得按下订阅这个按钮，并且开启小铃铛，才不会漏接我接下来一系列的教学影片哦。我是你的教练梁哲瑞，我们下一集见。